你要选哪个？哎，那我要是赢了，我就可以选他了，对吧？不是，你要赢了，他就得留在你这队，你懂了吗？你挑，你想不想要他吗？我都行，你随便挑。双重伤害。哦，懂。他，迪哥，你选哪个？扔水瓶还是那个打手？水瓶吧，他练了半天水瓶了，看你有没有水瓶，看你有没有水瓶。石头剪刀布决定谁先来。石头剪刀布。好，大勋先来，来。不可能。想不想要就看他怎么扔了。哎呀，差一点。抱歉，我走了。快了，是不是快了？没有。你走走走走走走。这好难哦。走。差一点。高了，刚有点。哇！哇 ！Oh no！ 哇！我走了，恭喜迪哥！好，天哪！加入我们早起社吧！救命！接下来上场的是郭涛，有请。孟子夜，我不想加入你的社团，我不想加入你的社团。因为我也想大票房大卖，我也想大卖呀！你想玩什么？要哪个？要哪个？玩哪个？打手板还是？打手板，打手板可以吗？你刚才无意当中显露了自己的实力，现在大家就不跟你玩这个扔水瓶了。不跟我玩那个了。对你刚刚一下，你一下就立起来了。我给你打手板吧，你先来，女生先来。我先打你是吗？先打好嘞，来准备，开始，开始。你这个反应真的要，子怡好像要疯哎。哦，打中了，1-0。还蛮响。你得放着，来。